大家好，我是台文系二年单机行，未使叫我韩字。啊，这首歌是因为我一年啊的时阵，就是逐礼拜拢需要登去教会服侍，所以逐礼拜拢坐区间车登去台中，啊，坐3点钟，啊，就沿路看风景安尼。啊，就是这首歌确实是我学习的心声。啊，最后伫迄个台文系课程来写这首歌，啊，抖音真严重，就较歹势。不要紧，大家都会玩的，变心都会玩的。其实我拄只，我看的头前八条，我拢感觉这个气氛真严肃。我坐伫遐，拢一直流汗。我讲哇，这所在真真烧了哦。我伫边仔顶讲，但拄只这个清风微微啊吹过来，哇，我是感觉讲哦，我下过有透心凉，袂煞淋雨的感觉哦。感谢感谢。那苦干车当初创作的这个想法是啥物？就是。因为每礼拜坐区间车，对区间车的速度会有一挂会较有感觉，所以因为我是
我的钢琴的旋律就是有去模仿迄个苦干车的感觉。啊，过来。那个步调啦。哎、欸，是。是是是是。啊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因为迄时准备搞作业，啊，所以就想讲选一个。哦。我迄、那个，我最有感觉的苦干车来写。啊，平常时嘛是落为创作的惯习的对。有几条啊，抖音足严重的。对对对，希望你能愈做愈多啊。对对，感谢，谢谢孤寒。